立志成为横纲历史的 Hinomaru Special 特别版，雕琢的实在有够细致，运动场上的污垢他都有把它做进去。造型师我相信他肯定是有参照漫画家所绘制的线条而去雕琢的，肌肉线条不是属于那种硬邦邦的，它还带一点有点圆润的感觉，真的有贴近动画里面的角色。 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它的张力。这特别版的话，它眼睛上有带火焰的效果，身后那一件飘动起来的外套，这两个特殊物件加起来对打击之后的那个效果有更加强，真的是有强化很多。因为我记得它第一版是没有这个插件的。你讲插件真的是有点怪怪的，讲习惯特效的术语。黑糖果是非常喜欢这一支的，因为是有在追这部的动画，但很可惜它似乎没有红。因为比较特殊的题材在大众眼里是真的比较难接受啊，但是黑糖果是认为啊，其实这种题材应该要多一点，这样在市场上我觉得才会比较丰富啊，不要只是一昧的王道嘛，对不对？但王道也是要追啦，这个特别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力给它推一下。动画里面因为它只有出一季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它真的成为横纲这件事情，真的是只能放在漫画里面去追啦。身为一个横纲，那我们绝对是要匹配一个足以与他对抗的角色，鲁夫四档的确是可以与他抗衡啊。喜欢黑糖果的朋友呢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哦。今天就到这里哦，拜拜。